今年整体的签资哈是中上签。今年哈癸卯年的国运签哈，由关圣帝君哈出签出师提师哈，那癸子含香正大同，卯人守意乐春风，年开新运多如意，玉兔呈祥百叶龙。他的解义呢，就是说在今年癸卯年飘逸着七正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憧憬。在第二句的卯人守意乐春风，是在说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要保持正道仁义的准则，自然恩惠得者喜气降临。那新年新春新气象的运势都如人意，那兔年迎接百业兴隆的有祥瑞征兆。今年整体的签资哈是中上签，哦，那上半年度平平，下半年度大有大力。今年呢，重点哈，二月的时候，这个会非常重要。花锦虽美映山栽，翌日天衣结古来。这一句就是说，在农历二月的时候，有关当局要预防山灾。山灾就指风灾、水灾、火灾，要特别留意。啊，这个疫情呢，会非常严厉。